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今天开的这辆车是我玩了很久的一辆车了 ，UDES-33 啊，瑞典的这辆导弹运载车，人力导弹运载车。这车，当时玩的时候，它的俯角还没改过，俯角我记得是-10度还是多少度来着？现在已经改成-20度了。那很久没玩了，所以搞出来玩一玩，好吧？这车当时玩的时候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的体型比那个 M113 是113吧 ，M113 小很多。然后的话，速度、机动性上呢又比 M113 好，所以我还挺喜欢这辆车的。一段时间没玩，最近突然想玩导弹车了，就又拿出来玩一玩。玩一玩的话，我们就来录一录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玩出来。卡雷利亚这张图其实还蛮适合这辆车的，因为俯角大，很多地方可以只露出我的小头。那我这辆车的草贴的呢又很棒，就正面来说，如果车身藏好的话，我的这个钢筋铁骨射手炮手几乎是不太会被直接命中的，比较难啊。也不是说完全不会，只能说几乎不太会。哇，我们这边好像死的蛮多的，才开场就开始拼命死了。哇 ，C 点里面站点的都死完了，这个不太有啊。好久不打了，先熟悉一下吧。这辆车改过俯角以后就没玩过了，因为改俯角之前我就打的完全挺很久了。结果改完俯角以后，你看这-20度多爽！哦，改完俯角以后一直没空玩。哎，那上面还有人，那个是那个685吗？还是多少来着？我忘了那个数字了。反正就是那辆重坦，那辆轻坦。哎，打低了一点，不太熟悉这个弹速，因为这两天还在玩那个。英国那个打击者嘛，弹速很慢。哎，来了！哎，685一个人头打出断裂。看一下外面啊，那边有一辆 BMP， 旁边还有一辆 BMP。哇，我这要是拜拜 BMP 一，要是装药弹就爽了。要是装药弹，有一定可能性爆他弹药架的时候把旁边的 BOSS， 但他们贴的不够近。在那边看能不能打的，哎呀，打不到了。哦，有人打我，我们说一下，有人打我，两个人头。现在看一下谁在，哎，那边有一辆T55。好，再来一发送他走。哎，可以不用送他走，直接烧死了。他没来得及摁，我估计他想等一会儿再摁的。有人在打我，刚刚复活的，应该是被我打死过的，就在那儿，露个小头，哎，可以够了，牛，哎 ，BMP3， 拜拜，死两次，有可能是我杀的第一次，再看看那边，那辆 BMP， 这边有一辆120吧，这是 ，BMP 还在老位置， 120在外，打120要么，露个头，哎，可以。120走，好嘞，好，有 BMP 要打我，哇，两个人要打我，我干了几辆了，四辆了，我这个位置已经暴露了，基本上，哦，那边还有 BMP 二，下面那是 BMP 二，四辆还五辆，我忘了，走吧，打不了了，我们换个点位看行不行，但是。被点亮了，搞不好要死的。我已经被那个别，哎，死了。我就知道，被点亮了嘛，太容易死了。哇，杀了五辆，我们队友死完了。复活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杀一两辆吧。反正这把肯定输了，队友死完了，被压加了，应该已经。杀了五辆，我都没数，队友死几乎全死绝了，这个
太棒了，宝贝们！我现在这个天上有飞机，家里被压家情况下，不一定走得出出生点。好，哎，那边有个点亮，打不到，而且我卡住了。好了，我要死了，宝贝们！哇，这卡死了呀！可能我们要再来一把了。哎呀，飞机扫我了！哎呦，苏六，好吧，好吧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来一把吧。这把队友全部死绝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一个人杀最多，好寂寞。哎，好嘞，宝贝们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这次来到了西奈。西奈也是一张很适合这辆车卖头头的图。哎，看看哈，看看哈，我们的话，右边出生吧，右边出生去看一下情况。这张图没有三个点，所以说，有三点的情况下，右边也是敌人最多的。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大家都喜欢冲右边。我平时都走左边，但是这辆车的话适合走右边，掩体多一点，卖头的地方多一点，耐心一点打这把。刚刚那把就是，哎呀，被 BMP 发现点亮了，不点亮的话，我估计我缩到后面不一定会被打死的，我还有机会再绕一绕，把导弹打完再死，或者 J3 都可以。导弹车真的我还挺喜欢玩的，有些导弹车 M113 其实我很喜欢，只不过说就瑞典没有 M113， 我今天就想玩这一辆，机动性更好一点，体型更小一点。我们耐心一点啊，这车不着急，这车俯角那么好，而且草后面这个头基本上是很难被发现的。我可以嘟悠悠嘟悠悠的进行一些等待，一些美男等待。这边不用看，这边稍微看一眼就可以往前走了，对方没推那么快的。哎，我刚刚没注意对手是英美法吗？十发，我以前最好的时候十发杀九个，但后效现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，十发杀九个就比较难了。一般十发能杀五个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确保两发一个就蛮舒服了。这边可以用俯角等一下。哇，这左边全是人。石头背后两三辆车的引擎声，我右边这个引擎声有点响，有点影响我。等等吧，等等吧，不着急啊。换家图打得可慢了。哎呀 ，T9511， 哇，这辆车过去肯定送的呀。他这又绕不了侧，现在。他绕个大圈子还行，他绕这种面对面的绕不是去送吗？谁都打不死。哎，我就说吧 ，T9511 一辆 ，T32 一辆。我刚刚看的那个击杀的话，还有 T92 可能也有。我们引擎先关一会儿。哎 ，T92 不在这儿，可能搞错了。往前一点，万一有人冲出来，我可以试着打一炮试试看。但不确定。左边的人还在。远端没有看到人，那边也有一辆 UDES 33。哎，那边有一辆，哇 T95， 哇 T95 不想碰 T95 至少一般三发才能带走，至少。哎哎哎 ，MC， 哇哇，太快了！哇，他距离太近，太快了，快跑跑跑跑跑！哎，跑，跑跑跑，还好还好，躲掉了躲掉了，这边不能待了，这边短时间不能待了，我们缩到后面去打。
哇，这发浪费了呀！这发但凡我反应再快一点点，年纪大的反应还是不够快。那边有辆英国车，好像是维克斯。真的，但凡反应再快一点点 ，MC 被我带走了已经。我们可以到右边的这一条石头后面去进行一些翘起前身的打击。左边有人，我们先不管他，没有空管。耐心一点，耐心一点，不着急。好了，来吧。哎，维克斯再见，上面人还没冒头，不管他。这边是 MC， 哎，哦，他没发现我，他没发现我，那他要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他要走，我们准备送他走。哇，还没死。可以，我又打慢了，多扭了一下，导致我自己打慢了。这边打不到他了，这边打不到他了。我现在还有七发，左边的人还没冒头。准备！哎呀，被队友收掉了，干！上面来人了，六发，现在才杀了一辆车，助攻！哎，上面有人。准备送你走 T 九五一一，哎，两个人头，这边是 T 三二，等他一下，哦哟，这个俯角真爽，三个人头，我好怕被人家绕左边啊。我们往前看一眼。三个人头，现在还有四发，保守的话应该能拿两颗人头。哦，来人了，小车 M50 那边有一辆 M18， 五个人四个人头。 M50 在哪？跑过去，哎，看到了，快装填，哇，在打我，好，送你走了，拜拜。五个人头，还有两发炮弹，左边已经空了。要是打完没死，我还得跑回 B 点去装填，好远啊，我这边离 B 点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我们又有可能要输，不过输赢无所谓，自己打得爽。哎，我又是第一名，一辆 UDES 是第一名的时候啊，那就啊，旁边对 T95 完了。哎呀，这个距离打得不好，他要是刚刚再测一点我还有机会，现在他炮坏了，但他机枪没坏。哎呀，最后一发送给他吧，能带走最好。打他上半部是能打穿的。哎呦，他左边人活着，右边人死了。哎，我要是有个机枪扫他一下，我就能知道哪边成员黑，哪边成员没黑了。五个人头，我们冲回去装填吧。这把我估计又是要抹得的。那就在我抹得之前多杀一杀，反正还有备用车。刚刚那把备用车才复活就被搞死了。好远，我的天哪，我这速度也不算太慢了，这都感觉要走好远好远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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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我们地图上的队友已经不多了，这一把九成是摩德了。哎，可以，队友把 T95 收掉了，我拿了两个助攻，五人头两助攻，268，不行，现在这队友这战斗力完全不行。杠四这种车在这种图超难打的啊！那边两个人，268没了，268铁没，不止两个人，而且跟你说，人都喜欢走那边。
修一修，修一修，换个成员装填一下，争取能在我这条命死之前再……哇，这个宝贝不动啊，他躲在那边。争取死之前可以再杀一个到两个。哎，阿德巴没了，那边有一辆谢里登，一个重坦，一个谢里登，一个中坦。刚刚看图标，哇，吓我一跳。哎哎，谢里登，拜拜。哎呦，宝贝，再见。六个人头，这种车打得多舒服，不用两发，一发送走。快装填满了，装填满我就缩到我左边出人点后面那个小坡后面，然后看着 B 点看能不能守一下。只可惜这个导弹穿身还是不够高，后效也没有那么好，就稍微硬一点的目标，尤其是美国那些重坦。说老实话，刚刚 T32 一般来说一炮是秒不掉的，就 运气也比较好吧，只能说一炮被我秒掉了。战雷这个东西经常也是很需要运气的，运气不够好谁都杀不掉。嗯，哦，这个位置其实也不是很适合躲，不过勉强比那边好。哎，你看杠四死了吧，因为右半区的话，哎，那边有一辆 M50 走你，拜拜。七个人头，关键是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这边虽然没有那么安全，但是右半边更危险，右半边人超多。哎，你看我们那边出人点有一辆重坦，已经冒头了。哎呀，我没机枪，好烦啊！这些草，我自己贴的草算了，这些草很挡视线。就我玩这辆车直接被一炮秒掉炮手，或者一炮秒掉对，一炮秒掉炮手的次数不多，我要么就车身中弹直接死，炮手被一炮打中不太有的，因为真的这个草可以挡得很严实，那边房子塌了要出来人了，一中一中。不知道中坦是什么车，来一辆好杀一点的吧，要是 M60 M48 之类的很难一炮杀的，两发都不一定能杀掉有的时候。哎，来了，干 M48。 这个炮管一看就是 M48 的。哎呦，打停了。哇，这个草太挡视线了，地上这些草，我没机枪，他没发现我，可以再试一发，希望能杀掉。哇呀，被打中了，这个居然也没杀掉。复活一下，复活在这边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收掉。不过现在这个对面全包过来，我估计难度大增。还可以再破下面往上爬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它好可惜啊，但它那个角度很尴尬，它不是大侧面又不是大正面，它是个斜侧面，所以打他的话成员肯定没有办法全部收掉。结果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。我们这边又是惨败呀，队友全部都死完，地上现在一个队友都没了，天上还有两架没有对地功能的飞机。那边有四个人，哇，那我怎么打？这边打他吧，能杀一个是一个。好了，又是引擎，我看能不能再收一个啊。这个被发现以后冲脸，我肯定是打不过的。这边 T32 勉强，哎，这好像可以，来，这儿走你。哇，还没死，哇呀，还没死，这个人也不死，那个人也不死，你们一个都不死，
飞机又帮不了我什么忙。哎哎，有个人好像在烧，有个人没有，哎，他没有灭火器。好，第三个冲过来了，我要抹得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九成是抹得了。只要知道是我的话，他就可以提前用机枪扫我的炮手了。就一般不知道是我的话，不太会用机枪来扫的，但是知道是我这种车的话，他就可以用机枪来扫我炮手了。他上来了，哎，现在重生点没有保护以后确实比较蛋疼。他机枪可以扫我的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左边也要来人了，右边他们站着点，上来看一眼有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得想办法跑，跟他绕一下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他扫我，真的知道是我这种车就可以扫我，这个很蛋疼的事情。他要是辆小破车我就跟他拼了，但他是 T32 我秒不掉，这个就比较难受了。那边我就不管有没有人了，先跑下去吧，看能不能再躲一下，试试看能不能反杀吧。只能说反杀的几率几乎等于为零，八个人头，不过也不亏了啦。这辆车打了八个人头，队友们给到的帮助实在也是不够多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呀来了，试试看。哎呀棒，没有打穿炮塔，是那个 T32E1。 他为什么选择打我炮手呢？他打我车身，我不直接就死了吗？现在我还有机会再打他一炮，最后的反击。哎呀，哎，没杀掉。不过游戏结束啦，八个人头，两次助攻，一次死亡，队友们太有帮助了。就到这儿吧，宝贝们，这个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，爱你们。点个三连咯。